本澳昨日出现了四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，应变协调中心已经迅速启动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措施，并开启了全民核酸检测。今朝九点开始，41个核检站已经开始运作，广大市民亦都十分配合。但系由于预约系统出现咗故障，预约咗核酸嘅居民亦都未可以按时进场，导致部分检测站出边人头涌涌，大打蛇饼。虽然有人鼓噪，但系整体秩序都系良好嘅。整个区虽然佢系分咗41个核酸点啦，咁但系可能某个区咧，可能啲人数系会多啲噶嘛，譬如黑沙环呢个区咁。是人數是最多的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既然它裡面的場所是有這麼大的，那就是爭設一些人手咯，就是爭設幾個核酸站檢查點啊，這樣就是起碼人流量都會快一點，不用積聚在這裡。那我當然對政府啊都很有信心的，還有呢，我們的市民個個都很乖的，就是譬如說一話做全民核酸，咁個個都好積極咁樣過嚟做檢測咯，就係想響應翻政府嘅全民核酸，因為我哋每個人都要做翻一次核酸檢查嘅話，咁樣篩查即係對於疫情嘅控制嚟講係好有幫助噶嘛。有啊，做咗預約，但都係要排隊。一開始我諗住直接過嚟就做到噶啦，但係我聽啲人就話都要排咁長就。我已經提早咗嚟噶啦，但係都要排咁耐。天時暑熱，唔少居民等候多時，亦都流曬大汗。附近有商户更加發揮街坊精神，互相幫助。咁因為都係街坊嚟嘅，咁見今日天氣咁熱，同埋大家排咗好耐，咁就提供啲水俾大家，唔怕咁頸渴咯，同埋消下暑啫。大家我諗都排，起碼都排咗個幾兩個鐘噶啦。見有老人家同埋有小朋友咧，就覺得天氣又咁熱啦，所以即係諗住攞啲水出嚟，可以幫大家解下渴嘅啫。當然有啦，因為澳門政府其實都好當機立斷咁即時做採呢個措施啦。咁雖然話對我哋影響都好大。由於而家出入大部分公眾場所都需要健康碼，今朝街市外面亦都見唔少居民配合登記。至於每日接觸大量人流嘅街市小販、巴士車站等等，亦都認為全民核酸對大家都有保障。我哋做呢行咧係高峰期嘅，最高峰期啊，即係高危人，咁啊做嗰啲咧對我哋有保障噶啦。你都支持大家都全民核酸嘅係咪啊？係啊係，我都支持，我今日都去做。对市民大家都好，个个都检查，都去预约，咁啊做咗起码安心啲，个个都健康啲，唔使惊。做核酸都好嘅，对每个人都有保障嘛。即系做咗全民核酸嘅话，会唔会对你哋都有保障咧？因为你哋日日接触咁多人。咁当然啦，唔使讲啦，啊对每个人都会好啲咯，啊即系清楚好多嘛，即系清楚啲咯。咁你做咗核酸未啊？未啊，晏昼啊。做得好啊，今次啊，政府啊，系啊，呢个赞嘅啊，系啊，因为你及时啊嘛，啊封区啊嘛，封区检测啊嘛，佢应该做嘅，系啦，全民核酸有保障啊，系嘛，个啲又知道自己有冇血先啦，系嘛，啱嘅。政府今次做得点啊？麻麻地啫，你睇嗰啲花菜蛇饼搞唔掂啊，啊？未啊，啱今日先嚟啫嘛，我哋翻工噶嘛，系嘛？今晚亦都行落去做啦，冇问题噶。疫症当下，大家应该要守望相助，配合政府各项防疫政策。喺全民核检期间，亦都要做好个人防疫措施。相信澳门一定可以挨过呢一关。